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二百三十八面，啊，二百三十八面，最后一行。 在下为第五生无差别运，我们把这段的韵文念一念。端正净洁，习同一类。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，不取真觉。 这个是原文啊，这个一院呢，就是生物差别院啊。院中，各中众生，容貌形色，习戒端正接近等同一类；若有差别，皆好丑之分。 则不成佛啊！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啊。我们四十八愿呢还没有读完、啊，这个地方啊才是第五院。从这五院当中啊，我们就能够深深的。 体会到极乐世界确实是名副其实。诸佛插图里面找不到第二个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你看第一卷里面讲，这是慈悲到极处。 极乐世界没有恶鬼、地狱众生。第二愿里面告诉我们，从三恶道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不会再度三恶道了。恶道众生临命中是一念。 十念都能完成。啊！我们看起来有怀疑啊！我们这一生学佛学了几十年，往生都没有把握，为什么堕落在卧道的众生啊？听到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完生。 这个问题，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在卧道里面，凡是这一类往生的人，肯定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都是念佛人呐、啊，善根深厚啊，也勇猛精进,进。 那为什么会多活到呢？临命终时，一个念头错误了，这个我们能理解。或是情执太深啊，或是烦恼习气啊，一念不绝，其乐无名啊，这就堕落三途。 啊，多落三途的因，总不外乎啊，贪嗔痴这三个字啊。啊，临终那个时候，贪心起来了，啊，你放不下了，啊，嗔慧心生起来了。 啊，有一些对不起你的人，冤枉你的人，怀恨在心。啊，你先林宗想了这种事情。啊，何是愚痴？林明宗说迷惑了。哎，这个这个，这个、这,这个也很多啊。啊，现在所谓老人痴呆症，老人痴呆症。 就是昏迷啊，是愚痴啊，啊，这样的原因呢，他都想不到了。啊。地藏王菩萨，诸佛如来啊，要众这些众生有感，他能不应吗？ 无论是在地狱，是在恶鬼，是在出生，佛菩萨都会赢有感觉来赢啊。这个时候见到佛，闻到佛法啊，他的一念觉就往生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那些人修行的功夫绝不在我们之下了。 啊！若不是这样善根深厚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啊！人道、天道遇到佛法都不容易往生，啊，何况是三恶道？啊！我们能够从这些地方去体会、去理解。 就能断疑生心，就能对于造恶的众生呢，也能起恭敬心。这一点很重要啊，不可以嫌弃他，说不定他将来往生成佛在我之前啊，甚至于我们看到一个蚊虫，一个蚂蚁。 啊、呃，别看他现在是是呃小动物啊，畜生里面是低级的畜畜生道啊，说不定他将来成佛在我之前啊，我还要靠他来度我啊，这都是真话，都是大有可能呐、啊。 诸菩萨们决定不敢轻视一个众生啊！成佛那就更不例外了啊！成佛是平等心的，我们在这一院里面看到了啊！佛对于一切众生都平等，像《华严经》上所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 他哪有分别呢？啊，所以谁对一切众生最恭敬呢？成佛啊，成佛那一种，呃、这个这个这个自信里面的信德圆满流露啊，啊，真诚的沉静谦和。 这四个字百分之百的圆满显示出来了啊！如来地上才圆满啊！等觉菩萨跟妙觉未必还差一等啊，到妙觉才就近圆满啊！那于是我们就能想到。 我们的学这个修学为什么这么难？啊，不平等嘛。我们的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，所以它就是迷而不觉，这就难了。啊，这一遍里面告诉我们。 极乐世界的众生啊，这众生多了。我们这个地球上人口七十多亿，不多。极乐世界的人口没法子计算，啊，只可以用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来说。 啊，那极乐世界能装得下吗？这些都是我们大妄想。极乐世界是个大学，每一天入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从十方世界去往生啊，哪些人去往生呢？ 九法界众生，从十方世界每天往生的人多少啊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他每一天毕业的人数也也不得了，也不晓得有多少。啊，毕业是什么国位呢？妙觉位，回归长寂光。 啊，等觉没有，等觉还住在极乐世界。啊，住在极乐世界的人，我们知道，从啊实际上来讲，啊我们讲嘛，借十二位月之菩萨嘛，啊以华严教义来说，从初住啊十住初初住啊到等觉，四十一位发生大士。 这是住在极乐世界上人呐、啊！啊，我们六道凡夫，甚至于我道众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实。下下平往生，他也是阿惟越之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。 极乐跟华藏是丝毫差别都没有啊！这受各种众生啊，他众生特殊，容貌、形色，前面讲的三十二相啊，三十二相，我跟诸位做报告的时候说的很清楚啊。 是世尊的方便说，啊，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讲的方便说，啊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读到，报身如来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是释迦牟尼佛。 当年世现，在印度，随顺印度的民俗啊，他们认为这三十二相是好像，啊，是随顺民俗而说的啊。那极乐世界可不是古、呃、印度啊，比印度书生太多了。 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《大乘经》上讲的是正确的。啊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你恍然大悟啊！啊，习界断正，境界。啊，我们念这些经文。 念这些句子，它究竟好到什么什么程度，我们无法体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言语不能形容，啊，心思也无法表达。所谓是“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”。 底下这一句重要，等同一类，等是平等啊，每一个人像都一样。阿弥陀佛什么样子，往生的人就是什么样，啊，跟阿弥阿弥陀佛决定是完全相同，啊，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平往生，啊，因为。 愿文里头没有说，凡身同居土地外，没没这个话。这种书生还得了吗？啊，前面三十二印的时候给我们说过，以娑婆世界而论，菩萨在这边成佛。 啊，修行圆满了，修到等觉位了。啊，在将要证妙觉位这个时候，特别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向好，啊，专门修复，啊，这个诸位，我们在这里要能体会到。 啊，菩萨一向是把着重在会。福呢，疏忽了。啊，这要用一百劫的时间特别去修福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福报啊，不能度众生啊。摄受众生呢，是要大福报啊。啊，转轮圣王。 是说众生要福报，大梵天王要福报，世间的人王也要福报。没有福报，谁拥护你呀、啊？啊！世间过往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了、啊，他们的职责是“君亲师”三个字。 这他的职责啊，君是属于领导，你把他领导到什么地方去？啊，亲亲是父母啊，父母你得要好好的去养育他了，你没有福报，你怎么养他？第三个是老师。 你没有德行，你没有智慧，你怎么去教导他？啊，所以做帝王、做国家领导人要具备这三个条件：君、亲、思三个条件。啊，这个国家会兴旺，这人民幸福。 啊，三个缺一个都不行啊！啊，这三个条件好像鼎鼎立三鼎足啊，这个、这个、这个，呃呃，才圆满，才成就。啊，少一个就倾斜了，就倒掉了。 说若有差别，就好丑之分，则不成佛。这阿弥陀佛发这样的愿，那他现在已经成佛了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，可见他每一愿都兑现了。下面是念老给我们的注解：此愿行。 极乐国人等同异象，无有差别啊！那也许有人问了，确实有人问过。那都相貌都一样，那到底哪一个是阿弥陀佛呢？啊，那不都全是一个相貌啊？哪个是阿弥陀佛呢？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双胞胎。 都不太容易，呃，认得出来。啊，如果这个世界上人全是一样的，啊，我们怎么能分别出来？这是我们反复会起这个念头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有智慧神通啊！ 你绝不会认错人啊！哪一尊是阿弥陀佛？哪一尊是观音菩萨？哪一尊是你的同参道友？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啊，绝不会认错啊！西方世界居住的。 这些人家，这个房屋不一定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随着自己爱好在变化。他没有街道，他也没有门牌，你去找哪个人也不会找错。啊，这是真实的神通，真实智慧呀、啊！说故坛峦大四月。 这也是我们晋宗古大德里头非常有名的。他一不同故啊，高下一心呐，啊,啊，这是讲他方世界像我们娑婆世界一样，我们娑婆世界人的身体、体质、身形、相貌不一样啊。 啊，不同啊，高下异行。啊，有人长得好，啊，有人长得不好，这就有高有下了。啊，高下既行呢，是非一起。啊，让人在这个里面起生起喜怒哀乐。啊，生烦恼啊。 啊，形貌长得好的就娇慢；啊，长得不好的就有严重的自卑感；啊，这就烦恼生起来了；啊，这是非一起，是非既起，常轮三有。三有是六道轮回；啊，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无色界有。 有什么有业因了，有因当然就有果报啊，所以、啊、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是故心大悲心起平等愿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啊。这是法藏比丘在触发心的时候。 老师教他，也带着他参访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啊，让他自己去选择啊，诸佛插图里面好的地方，他通通去了。 不好的地方，他统统舍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十方世界里头有不如人意的地方，西方极乐世界全没有。啊，于是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道道地地即十方世界诸佛成就的大成。 这是个极大成者啊！啊，生起这种平等愿呢、啊，世界发起慈愿之本因。啊，这些古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：阿弥陀佛为什么会有这一愿？这一愿太好了，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不再有这种差别的缘，把我们阿赖耶识里的烦恼习气给引出来，他没有啊。所以烦恼习气里面虽然有种子，西方世界没有缘分啊，因没有缘，决定不会去现形啊。这西方世界。 三恶道的众生去往生，啊，永远不会再度三我道。这原因说出来了。我们再看下一章经文：我做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过者，自知。 无量界时，续命所作善恶，这是续命通缘；见能动视，这四个字是天眼通缘；彻听，这是天耳通缘。啊，视听的能力，下面说知设方。 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是愿，不去追究。所以这一章文不长，也有三愿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本章名啊名是说明，鼻图。 极乐世界，啊，极乐世界的众生。居这个居是居足，啊，居足。第六啊，续命通缘；第七天耳通缘；与第八啊，这个天眼通缘，这个第八天耳通缘。 通者，神通之简称呐、啊。啊，什么叫神通呢？这下面又说明：穷且深意，所为不测，谓之神。 穷钱两个字，跟我们一般讲深入意思很接近。啊，穷钱比深入是更要深。啊，入什么呢？入神意。这个神意是。 一切众生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种神意、啊、在言就叫天言，在耳就叫天耳啊，在六根门头啊。 楞严经里面是所谓的放光啊，六根门头放光懂地也。啊，用这个话来形容他啊，什么人证得呢？原教初住菩萨就正德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恢复自信的本能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现在不能说没有，我们眼也能见，耳也能听。啊，但是这能力现在很小，眼隔一张纸就看不见了。啊，耳啊，声音稍微远一点的也听不见了。 啊，那我们佛说了，我们的本能，我们的眼呢、啊，能看到变法解学、空间。这个能力没有了。我们眼也有能力看到微尘里面的世界。 啊，现在量子科学家，啊，他是借助了科学仪器发现量子存在。啊，那佛告诉我，我不需要用仪器，我们的眼不用仪器也能看到量子的活动。 啊，这什么时候呢？经典里面常讲的拔地菩萨以上，这拔地、啊、到底是原教是别教呢？古大德说法不同。 啊，我们学习的功夫都还不足，但是在这么多年大乘经教的熏习，我们多少能有一些体会。啊，应当是别教。 别教的八地，就是原教的第八住啊！啊，初住菩萨就破了无名啊！无名是什么？起心动念啊！也就是说，初地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。 就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，这无明破了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没有分别执着啊。 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通通有，这是六道众生；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四圣法界的众生。啊，起心动念断掉了，超越十法界了。 这是一真法界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里面的众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生活过程就这个地方，他便无名破了，无时无名的习气没断尽。 啊，随着四十一品，习气，无十无名的习气，啊，分为四十一品的。啊，我们想想象到这个第八柱啊，这经常佛要告诉我们，第八柱横向第八地，那非常接近。 啊，我们多少能够、啊、体会到一些、嗯，所以，我们对于智慧、神通道理，乃至于福报，都不要羡慕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跟诸佛如来是圆满的，我们大家通通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找不到。 哪一个人多一点也找不到哪个人少一点。啊，你真正参透这一句话，你的心慢慢就恢复平等了。啊，祝福神通道力智慧啊，统统现前,前了，他得受用。 啊，我们今天呢，是因为无名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识烦恼的障碍，啊，不能说没有，它也透一点透的太少。 跟我们的希望啊，差距很大很大，这不能怪别人，要怪自己。为什么迷是自己迷的，不是别人教我们迷的；悟也是自己悟的，佛菩萨没有办法带我们觉悟。啊，真的是。 过人因果，过人承当啊！啊，佛家常讲啊，父子上山各自努力，谁也不能代替谁。啊，这在菩提道上确实是如此啊！啊，阿弥陀佛，为我们设立。 种种方便不在我们地球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地球上能够有个好缘分呢，哎，建立一个好的道场，就像东晋时候，啊，庐山慧园大师。 啊，我们净土中第一代祖师，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，啊，东林念佛堂，在净土中开始。啊，跟他老人家在一起念佛修行的，一百二十三个人，个个成就啊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 啊，那么中国净土宗从这儿开始。员工当年在世，所依据的经典，我们要知道，只有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那个时候，《弥陀经》跟《观无量寿经》。 应该是到中国来了，但是没有翻成中文。啊，刚刚到中国，啊，没有翻，没有翻成中文。所以，他那个念佛汤啊，就是根据《无量寿经》啊，那用的哪个版本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啊，因为《无量寿经》到中国来最早，汉朝时就来。 啊，汉译的清近平等觉经，但是还有安世高所翻译的失传了。啊，安世高翻的好啊，他用意义、啊、跟鸠摩罗什大师一样，啊，中国人非常欢喜他的这个翻译。啊，可惜藏经里头有这个。 目录，这书找不到了。所谓不测，啊，这是讲变化。啊，你看看，天眼，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，他看见啊，所以。 我们的天眼要开了，天耳要是开了，这个世界就变了。啊，像科学家所说的，不同维次空间，你全部突破了。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诸佛菩萨，你看到了。 天龙善神你也看到了，罗刹修罗你也看到了，啊，魔鬼地狱你也看到了，全都在你眼前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！啊，你看到讲经的道场，啊，那就不是这些人听了。 我们肉眼看不到众生，比我们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呀、啊！啊，时空突破了，障碍没有了。啊，这叫所为不测，啊，谓之神；所作无容，自在无碍，容是障碍，在通。 啊，他没有障碍了。神通有六种，实际上就是六根。啊，称为六通。第一个是虚觅通。啊，虚觅是知自己过去生生世世。啊，这个能力恢复之后，你就晓得了。 啊，经上常常说阿罗汉能知道五百世。啊，这小童啊，小须弥童啊，啊，那我们晓得阿罗汉在三种烦恼里头只断一种啊，见思烦恼放下了，你看他就能这个能力就恢复了。 能知道自己过去五百世，也知道将来五百世。啊，这是阿罗汉，这是须弥通的范围。啊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一个小千世界。啊。 小千世界多大了？啊，黄念老告诉我，啊，确实，他没有告诉我之前，我们都有误会，我们以为啊，这一个单位世界是太阳系，啊，把这个当做单位世界。 啊，他是个研究科学的，他告诉我，太阳系讲不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讲的清清楚楚，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呢是须弥山呢、啊，而太阳是绕须弥山转的，那太阳系称为单位世界就不能成立。 这话讲的很有道理，太阳绕须弥山转啊，而且形容的很好，在须弥山腰啊。那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太阳实际上是绕银河系转，真的是在银河系的这个这个中间啊，银河系像个波一样啊。 太阳系在这个银河中间旋绕，那么佛经上讲的须弥山就是银河系的中心。那我现在我们晓得，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啊，啊，有很强大引力的这个黑洞，连光都不能存在，光都被它吸吸进去了。 啊，所以老居士告诉我们，单位世界是银河系。哦，那这就大了。那一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个银河系。<是>阿罗汉的天眼，看一千个银河系、啊、看得清清楚楚。经常一个行人，像观。 掌中的按摩洛果啊，按摩罗果放在手掌心里，你看的不是很清楚吗？啊，他看小千世界就一千个银河系，看的那么清楚，就像看掌中之物一样。阿罗汉越往上面去呢？ 他这个能力就越来越扩大啊！佛所见的那真是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啊，没有看不到的啊！那什么时候叫成佛呢？齐心东念放下就叫成佛。 啊，所以，在《华严经》，言教初住菩萨实际上成佛了，他的能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他通通能看到啊。如果说不同呢？不同说，究竟国位呀、啊，看得清清楚楚。 不到就这四四十一位发生大事都见到了，每个人所看的清晰度有差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有无明习气，没没破解啊，有清晰度差别不同，都看到了，没有，啊，没有一个是没看到。 啊，在这个之前，那我们讲四圣法界，啊，生闻阿罗汉的见量就不如圆觉，圆觉就加一倍了。啊，你看看生闻见小千，啊，这个言见小千，批支佛就见中千了。 菩萨就见大千世界了，啊，大千指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一个佛国度了，啊，再往上去呢，那就不止一个大千了，啊，看到诸佛如来的。 啊，天眼通如是，其他的也如是。啊，你比如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，辟支佛就知道一千世。啊，那菩萨就知道更前更远了。啊，天儿通，他心通，啊，他心生。 别人起心动念，你都知道。我们读了这段，同学们有什么感想呢？有没有感想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每一个人神通广大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他全知道啊。 瞒不过啊！你起个很微弱的念头，自己还不晓得，西方极乐世界人们一个不知道。你能起我念吗？啊，我们可以瞒别人。 可以欺骗自己，极乐世界那些人一个都欺骗不了啊！啊，又何况谚语讲的也是很有道理，不是假的。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！啊，不要以为自己起心动念没人晓得。 不要以为自己干这些不善的事情啊，没人知道，啊，那只是你自欺欺人而已。啊，天地鬼神都知道，啊，诸佛菩萨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了这些这这汗毛之术啊，啊。 决定不敢起革命。神足通与漏宗、漏漏尽通，神足是变化，小沉，三国就得到了。 啊，这个要从最初这种能力发现，小成粗骨、天眼、天耳这两种出现了。啊，但是范围不大。啊，比如像看，呃，他的天眼没有障碍，墙壁没有障碍，哎、呃，这个大楼啊，我们坐在这里看看下面。 啊，我们这十一层看看下面十层人活动都看得到了，啊，看隔壁都能看得到，啊，那能量并不很大，哎、啊，稍微大的啊，你比如这个住在香港，整个香港才能看见，啊，再大一点的，啊，能看几十里、几百里。 啊，早年呵呵我在台湾讲年游念佛团，啊，王天明老居士创办的，我在那边讲过《弥陀经》苏潮。啊，这个老居士是将军啊退休的，啊。 抗战期间，他是将军，好像是个中将。他告诉我有个故事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他们抗战期间住房在江西。啊，山上有个老道，道士道长。啊，有一天来告诉他，啊，叫他们呢。 要搬家啊！跟他讲，三天之后这个地方会发大水，会淹掉。他们怎么看也看不出来，一点迹象都没有啊！可是老道住的离他们也不远，他就派人去看看，老道也没搬，真的，这道长啊，他搬了。 啊，他搬到山顶上去了，哎，他就觉得有点道理，啊，就有警觉性的。到第三天，果然山洪爆发，你,你真的被淹掉了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对于这道士很佩服，好像道士有神通啊。啊，又有一次，这老道告诉他，他看到太平洋。 就是很远的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有战争啊。那么他们这些是军人呢、啊，这是战争的消息，他们都很灵通啊。没有，他指的那个方位，大概呀、啊、距离有好几千里的样子啊，没没有这个迹象。 好像过了三四个月，日本人偷袭珍珠港，哎，跟他指的方位方向啊一样的，这这就奇怪了。你看珍珠港战争还没有爆发，怎么三四个月之前就被人看到了？这天眼，他这个天眼是修的,的，啊，是修的,的。 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天眼是本能，不要你修，不需修的。你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去做。而且这个能力的时候是跟佛一样的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这个跟佛一样啊，应应当是这个初住二住这个这个等级啊，那就很了不起了。 跟佛所见没有两样，只是没有佛看的那么清楚，啊，大致上也都能看到，啊，没有看得那么细致就是了 <coughs>。所以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那是我们刚刚学佛，还不还不时间还不久，我在四十多岁，那个老居士差不多将近八十岁了，啊。 老人告诉我们这些长故亲身经历的，说真的不是假的啊，啊，这是神通变化，啊。那么在佛门里头，有一部书叫《神僧传》，实际上是从高僧传里头记录下来的。 啊，高僧传的也分量很多，历代这些高僧有世现神通这种事迹，啊，把它编在一起，称为神僧传。我们年轻呢喜欢看这些故事，啊，哪一个人我记不得了，啊，神僧传都可以查得到。 啊，有一位从印度来中国弘法的一位大师，啊，在中国住了不少年，他要回去了，啊，所以这些信徒很多啊，啊，听说大师要回国。 所以有许多人就邀请大师给他践行啊，家里面的供斋啊，大师也答应了啊，所以供养的人都欢喜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这个，明天大师就离开了啊，后天离开了。 明天我邀请他用功啊，他到我家来，都非常欢喜。到第三天，到十里长亭去送行。哦，人可多了，有一千多人送行。啊，这送行的人都很欢喜啊！你看大师看得起我，昨天在我家供斋。 那个时候说不对呀、啊，他昨天在我家了，怎么会在你家呢？这一串通的时候啊，才晓得他同一个时间印五百家的供养，分身呢、啊，啊，才知道这个法师有这个本事啊，他能分身五百多个身，同时印五百家的供养。 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，他最低那个界位呀是三国阿那含，阿那含才有神足通，啊，他才能做到，啊，阿罗汉当然更没有问题了，啊，这一桩事情。 李老师曾经告诉我：“中国人有福啊，中国人跟佛有特别的缘分。这佛教传到中国来，经典翻译之好，甚至于超过梵文原文的经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” 翻经的这些法师，里面很多都是佛菩萨在来的。地位最低的三国圣人，就是阿难，啊，参与一场最低阶层的是三国圣人，这到哪里去找的佛宝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上其他文字翻译的经典。 是在讲没有法子跟中国文笔啊！中国这个翻译的是出自于圣人之手，所以我们现在学佛，我们提倡一定要学文言文，用两年的时间把文言文学好，文字的障碍就没有了。 啊，你可以直接去读啊，啊，不要看别人的翻译，不困难呐、啊，啊，真正想学，四个根扎下去，要做到，啊，这四个根是结律，因结得定，因定开会。 啊，这四个叫根本界。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《感应篇》，佛教的《十善业道》跟《沙弥律仪》，在家都可以修。啊，《沙弥律仪》不限制在家人。 啊，再加人可以学啊，这四个根扎下去，啊，再好好的去背两百篇古文，你的障碍就没有了，德行有了，文字障碍没有了，啊，你可以直接去读《四库全书》，去读《大藏经》。 啊！你要能真正懂得古人给我们定的这些规矩，这规矩很重要。你能够相信不怀疑，依教奉行，十年你就有大成就啊！啊，中国古圣先贤常说啊，“青年小成”，《学记》里头。 啊，立即学就去、是，九年大成。小成是什么呢？我们佛法讲的三昧你学《无量寿经》，你得念佛三昧；学《华严》，得《华严三美》三昧。 学法华得法华三昧，这是小乘，大乘上，大乘是开悟了。纵然没有彻悟，大悟是很困难。的。啊，到大悟的时候，几乎的时候，一切经你只要一接触就通了。 啊，就有这个能力了，啊，没有障碍了。为什么？智慧现前了嘛，开悟就是开智慧了。啊，古圣先贤传的这个方法，啊，祖师大德的这个方法不骗人呐，真想成就你，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，啊，你要搞你自己的一套。 不相信古人，那责任还是自己负责。啊，依照古人的话，十年不可能没有成就。啊，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佛门里头历代这些高僧大德，啊，他们真正成就弘法立身，啊，著述立说。 在什么时候三、啊、十岁的时候。啊，三四十岁讲经受法、注释者多太多了。啊，这历史给我们做见证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教学方法学的是外国人。 我们亏吃大了，上大当了啊！外国人讲科学技术啊，我们把科学技术看作万能啊，外国是什么样东西都比我们好，我们丧失了民族自信心，对，今天过这么苦难的生活。 民国初年，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，说得好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但是就是没有人讲。啊，中山先生说，外国除了机器比我们中国好，科学技术比中国好，除这个之外。 其他的没有一样能跟中国人相比。讲到政治哲学，外国人要向中国学习。啊，英国的文官制度，那就是学中国。 啊，孙先生是个明白人他不是糊涂人呐。啊，可是这句话我很少听人讲啊。啊，我觉得“三民主义”这句这句话是最精彩的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人，跟佛菩萨教人。 那一套的方法妙绝了啊！短时间叫你有大成就，叫你对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，你才有能力自度度他。啊，我们现在人做不到了，做不到，有一个不得已的方法。 这李老师传给我们至诚感动。啊，我们没法做到，追求感应，用什么求呢？真诚心，至诚，真诚到极处会感动。啊！除这个有一个有一个方法之外，再没办法了。 啊，至诚从哪的？从清净心来的，从真正放下得来的。啊，烦恼习气不能放下，情执不能放下，那你就成就没有了。你拿什么去干呢、啊？啊，放下万缘。 清净心先前，有感就通啊。漏尽通，漏是比喻啊，比喻见思烦恼。见这个见是见解，见解错了。 四十四想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，这个叫见思烦恼啊。佛呢，都把它归纳为五大类，好说话了啊。第一个，看错的，以为身体是自己，佛是吃错了。 身体不是自己啊！身体不生活，身体是我所有的啊，不是我。你把身体看作我，这是头一个错误，你看错了。第二个是边界，边界是对立，两边。 啊，正望是两边，空有是两边，利害是两边，善恶是两边。你看看，我们都生活在两边的世界里头。啊，这是外国科学家讲相对论了。啊，佛法里头没有两边啊，两边错了。 那什么是对的呢？一体是对的。嗯，你看，佛法没到中国之前，老子啊，老子那个时代，佛法没到中国来，老子说过：“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既然同根，既然一体，哪来的对立呢？”啊，所以对立这个看法是错。 啊，第三个错误呢？成见，成见说，自以为是。啊，成见里头有两种，一个是因上的成见，一个是果上的成见。啊，因上的成见叫借取见，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。这错误了，看错了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清净心里头没有念头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你你还有什么念头呢？还有什么成见呢？分别执着就是成见。 啊，阿罗汉批制服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啊，想错了啊，也有五大类：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这个五大类都是错误的，没有啊？啊，你能够把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。 五种思想里面的这个这个错误的也放下，叫见思烦恼，通通放下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了，漏尽通就现前了。啊，好比一个器皿，啊，这个茶杯，这个茶杯完好的，没有没有漏，没有破损的，我们盛水很方便的。 如果它里头破了，我们水沉进去都漏掉了，啊，所以佛把这个漏啊，比喻作烦恼，哎，你有见思烦恼，把你自信里面的功德全漏掉了，取这个意思啊，做比喻啊，所以漏尽啊，就通了。 啊，要把烦恼断尽，啊，彻底放下，前面五种全部就会就具足了，啊，不但具足，它的能量大幅度的提升。下面说此六种啊。 第六为圣，啊，圣是指阿罗汉，啊，六净同只有阿罗汉真的前五同凡，啊，前面五个凡夫有，一生亦可得之，啊，一生是神，不是人。 出生有修行的，他也能得到；鬼神也有能得到的。这<是>三界诸天皆可以果报，而自然感得前无中之神通。啊，他不是修的。 啊，跟鬼神也是的，鬼神他也不是修的，他是报得的。啊，他有的小童，啊，也就是无中都有，啊，他心、虚命、天耳、天眼，啊，这个神足，啊，都有能力，并不大。 啊，比不上啊！小乘的修行人，所以小乘正果的那个不一样，啊，他们这个能力很强很大，啊，人天报德的都都不能跟他相比，啊，只有漏尽通，那除阿罗汉之外，其他的通通没有。 但不能得路尽通啊！这就是除阿罗汉之外，他们不能得路尽通。此路尽通啊，为圣者所证，须断尽烦恼，方为路径。这个烦恼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见思烦恼啊，我们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思想，完全修正过来。 这个能力就恢复了。<coughs> 下面是金引注意点：金中极乐众生所居之土啊，这特别给特别介绍啊，这个黄老居士啊。 《元朝瑜伽经论》中，禅定等所得者，啊，这句话是真的。释迦牟尼佛在一切经里面所讲禅定，禅定决定得神通。啊，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。 他所得的神通都超过啊各种禅定的所修的啊都不能够跟他相比。例如凡夫之须弥头，这凡夫是讲谁呢？讲五色界天人啊，这最高的了。他们所修的。 四禅八定，啊，这叫世间禅定，啊，他的须弥童就知道自己过去多少世啊，八万劫你看这还得了吗？ 啊，这就修禅定的。啊，这是在六道里面到了顶界了，但他出不去。啊，八万界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，他到八万界，他的定会失掉。失掉之后，他烦恼又起现行，啊，随意流转。 啊，随着他的造业，他会堕落下来呀、啊，在六道里轮回。嗯，所以这个不是究竟究竟办法啊。那么八万劫它堕到哪里呢？大概是四禅啊，四我们讲第四禅，前面三个不算，第四禅。 跟四空天，寿命到的时候，差不多都是堕到地狱。啊，这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“爬得高啊，摔得重啊”。啊，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呢？他误会了，他以为第四禅和四空天呢，就是佛所讲的半涅槃。 那你看，永远不生不灭了啊！正得就近的果位了，没想到到时候啊，他烦恼还会起起起，于是他就怀疑：嗯，佛菩萨讲的是假的。你看，我已经真到这个境界了，为什么还会烦恼还会起来？啊，这个念头生起来着。 报福、报法、报神，回谤三宝的故事啊！不但他自己回谤，他影响别人呐、啊。他不是真的入半涅盘的，漏尽才入半涅盘啊！那入这个半涅盘，他就超过六六道就没有了。 就超越六道了，他这个他没超越六道啊，啊，所以他能够知八万劫，啊，八万劫之外的他不知道了，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的人，这经云无量界者何也？ 极乐世界生到那边人，是举这一个为例子，这个须弥童能知无量劫。真的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呐、啊！啊，为什么？盖以极乐众生丈夫本愿力。 而举大臣不共之痛，故远胜于凡小。再说出来，他们神通的能力啊，是依靠阿弥陀佛愿力，就是这一愿的加持，是吧？本愿力的加持啊。 啊，这个法门是大乘，大乘当中的大乘，无比殊胜的一乘法。啊，所以他自自然然举足不共之通。啊，跟大臣不一样，超越了大臣。所以原生凡小，啊，凡夫。 这是讲四禅天跟四空天，这是凡夫里面这个五通能力最高的啊，小乘啊，这是讲包括阿罗汉，也包括辟支佛啊，都不能够与他比啊。下面的日本。 根结与小乘千五通，唯一四根本定的。这个四根本定就是四禅八定，啊，是以这个得到的。漏尽通呢，一四禅位置中间，即三无色，啊。” 这个三无色，啊，无色是指无色定，啊，实际上是四无色。说文中三合为四字之物，啊，因为它有四禅八定嘛，啊，四禅有四定，四无色天也是有四四种禅定，它四个结尾，合起来是八定，啊，乃色界之四禅与无色界之四无色定也。 它是以这个啊，大臣以一切禅习能知啊，所以小禅的小乘的这个定是以四禅四空，再往上提升叫九次的定，在论严经上讲的很清楚啊。这个定功再往上提及它就超越六道了。 啊，证阿罗汉果，啊，证这个果位，他就不再六道了，就超越他到四圣法界去了，啊，就圣闻圆教菩萨佛，那是一步一步在往上提升，啊，那么智慧、神通、道理也就跟着向上,上提升。 <coughs> 今此经所说呢，大义于彼。啊，无量寿经上所讲的，跟大小乘都不一样啊。一切人天，皆以佛愿为所依。啊，不是以四禅八定，也不是以大臣所修种种禅定，不是的。 啊，完全是以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四十八愿。啊，所以净宗祖师大德常常说：“四十八愿度众生啊！”啊，所以阿弥陀佛这四十八愿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一切人天。 借以佛愿为所依，啊，这一切人天是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。他没有六道，他只有人天两道。啊，这人天两道里面有三辈九品，下下平王生。 也不例外。古云：“阿弥陀如来本愿力为增上缘。”这就是念佛三昧之所以啊！啊念佛人得三昧，三昧是禅定。 也就是我们这一部经经题上讲的清净啊，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，六种通啊都有了。那我们六种通没有发发通，没有发现出来，那你自己一定要知道。 你还没有到这个标准，你的心不清净。心为什么没清净呢？你见识烦恼没放下，道理在此地。 啊，念佛确实不需要真正把见色烦恼放下，因为见色烦恼放下跟一般修行功夫没有两样。净中所谓的待业往生，是带着烦恼啊，你得念佛三昧。可是有个条件要记住，大家都说好。 你要有能力把烦恼扶住，所以他讲“扶烦恼”不是断烦恼，扶烦恼是念佛功夫得力啊。所以念佛怎么个念法呢？一定要知道。宗门说的这句话跟净宗没有两样，叫“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”。 啊，念头起，不管你这个念是善念是恶念，不要管。念头一起就错了。你看善恶不是两边吗？不管它是善是恶，念头才起。第二念就是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就把它换过来，这叫会念佛。不会念佛的人，一面念佛，是一面还起妄念。 那叫不会念佛啊！这就说明什么？你压不住啊！你的佛号能把烦恼压住了，这叫功夫成品。这叫得清净心啊！为什么呢？心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确实没有一个杂念。 这叫功夫成片，这叫念佛三昧。这个境界里头就有小通发现啊。那这个功夫越得力，哎，我不念佛的时候，这妄念也不起来了。那念头不是没有，有啊，还是你这个功力把它压住啊。 这真念佛的会念呐、啊，啊，宗门的大德看一眼学生常说你会不？净土宗也不例外啊，你会不会念呢、啊？啊，会念管用，不会念的不管用。这说得好啊，啊，他讲了个不会念的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，念一辈子。 都不能成就，到最后还是免不了三途国王啊！但是这一辈子念佛，如果是真用功，在三途里面也可能遇到佛菩萨来接引你，就像我们前面这一愿所讲的，哎、啊，三卧道的众生。 也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念佛功德绝无唐捐呐！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可是，一定要学会，要学的真有把握，真有本事。 我们这一生挺久，特别是现在，你看世间，啊，这个这个社会上常常传传闻，啊，二零一二啊灾难就现前了。二零一二，2012, 我们现在是二零一零，啊，很快就到二零一幺幺了，啊，越来越接近了。念佛人不怕，啊。 灾难来了，念佛的人会平安，会免这个灾难。纵然不免的不免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更好。啊，真的回到老家了，你看看四十八愿多好啊，哪个世界能比呀、啊？啊，所以念佛人是一丝毫的这个威胁、恐惧都没有。 啊，心平气和。啊，抓紧时间，认真的学习。啊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六字红名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老实念去，我们就成功了。 啊，有志同道合，大家在一起，啊，互相勉励，很好。没有一个人也行啊，啊，也能成就啊。啊，有时间就念佛。啊，念佛要会念，就是生生佛号，都能把妄想。 杂念浮着啊，这叫真会念啊！决定不能一面念佛一面大妄想，那就错了。下面是战术啊，是战云：三明自然成佛愿。 须于何掌得神通？其荣通于有漏禅为所依也。啊，这个有漏禅是讲四禅八定。啊，这是讲往生的人。<coughs> 三名更了不起了。啊。 明比前面讲的通又提升了一级，通到极处就明了啊！所以三明就是六通啊，完全通达明了没有障碍了啊！嘘。 获长的神通，须臾获长是往生的时候啊！啊，最后这一念阿弥陀佛，蒙佛戒引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自然你看成佛愿，就是指这一愿的价值。 你这个神通六种神通的能力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，啊，无二无别，故彼过天人之通，非修得者，他不不是修来的。 不待修啊，而自得成就，又不同于诸天报得无通啊。这个轨道里头，鬼神也是报得无通啊，但是比诸天的那那个那也差很远啊。跟诸天相比呢，那这个鬼神的同是小同 他们不是修成的啊，不需要要修这个，自然就得到。那一弥陀之修德为因，一，如来愿力而酬得安乐自然之报德，是以甚于长途之报德。啊，这是讲他的殊胜处。 啊，他太书生了。啊，四金律就是四禅定。啊，他不从这，啊，不从这个四这个四禅定啊而修的这个神通音。啊，他是鼻土是西方极乐世界。 啊，任运生得之国宝，不亦乐乎啊！不需要修就得了。实际上，这种智慧、神通道理，都是自信里头本具的等等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。 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就是具足智慧、具足神通、具足道力、具足相好，啊，是自信的本有的，啊，阿弥陀佛是以他的愿力来加持我们。 我们烦恼习气确实没有断尽，这个能力没有现前。我们所得利的是得阿弥陀佛，他老人家过去我们在经上看到无界修行，以这种修行的功德加持给我们。 那我们就得到了。那现在为什么得不到呢？这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就得到现在得不到呢？现在之所以得不到，是你现在心浮气躁。 你心静不下来吗？你到极乐世界，你至少就得到清净心了。实际上，清净平等就全显现了。啊，那个地方的环境好，绝对没有一桩事情叫你看不顺眼、听不入、听不入耳，不可能。 啊，所以你到极乐世界，你会感到事事称心如意，没话说了，你心自然就定了啊，什么妄念都没有了。佛的加持，你才能接受得了。如果我们在现前，在这个世界。 我们确确实实能把啊把这个这个分别执着放下，我相信现前我们就能接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价值，现在就能得到啊啊起心动念没办法。 啊，起心动念呢？那要到极乐世界，起心动念才能够断掉；不到极乐世界，起心动念是断不了的。啊，所以这些道理，我们很冷静的去思维观察，不难理解。 啊，这在大乘教里面叫解悟，啊，这不是真悟，解悟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啊，坚定对净土的信心，坚定对净土的愿心，啊，也知道自己怎样去用功，怎么样去念。 啊，所以这种殊胜的果报啊，确实事出事法里边都找不到。下面念了给我们说，有佛菩萨与二乘，这神通啊有多种。 啊，他们现是现这个神通，呵呵真切巨大成一丈。云宽狭不同，如地池说，就是《地池经》里面讲的，生闻呢二千国土啊为。 同境，圆觉三千国土，圆通境界。啊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。啊，可是，下面说圆觉呢，三千国土。 为同境界啊，声闻是二千国土、啊、为同界，经行中则一意有他，百千佛刹为同境界。可见的差异之深呐、啊！啊，这是讲天眼跟天耳。 啊，第二呢？多少不同，二成一心一足，不能众多。也就是说，声闻缘觉他要入定，他才能起神通的作用。比如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，啊，婆罗门女知道。 母亲造作恶业，想必是堕地狱了。没把握啊，找到阿罗汉啊，供养阿罗汉，求阿罗汉呢，给他看看，他母亲在哪一道？阿罗汉入定，出定之后告诉他：啊，你的母亲。 在地狱啊，这遇到困难了，他都要入定，他不入定，他就不知道啊。所以二臣呢，一心一做啊，一次一次的入定，一次一定的一天要观察啊，不能中毒 诸佛菩萨呢，能化现十方世界一切色相，一切实现无趣之身。那这不一样啊！啊，诸佛菩萨有这个能力，啊。同时化现在十方世界。啊，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 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它能在同时、同处、同时异处，都能实现没有障碍呀、啊！啊，一时能现无趣之身，这无趣就是无的，就是六道。 啊，六道里面什么样的神，他同时可以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阿罗汉就没这个能力。啊，二乘化现大身不能入小，化现小身不能容大，这将大小不同。 啊！诸佛菩萨现大身满三千界，能以大身入一尘中，化现小身如微尘，能以小身容受一切。啊，容受之虚空法界，这得大自在。 啊，这个地方跟我们说的，诸佛菩萨这种能力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有。啊，有佛菩萨与一切色身，大能入小，小能容大，二臣不能。 这些经文呢，句句话都是实话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自信的智慧的能，几乎都是圆满的恢复了。啊，虽然见思烦恼不断，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。 加持到什么时候呢？加持到你明心见性，加持到你无始无明破了，那佛就不不加持你了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全部现出来了，不加持也现出来了。如果自心没有，佛就加持不上啊。你自心有啊，不是没有。 啊，没有是决定得不到加持啊！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头一个要深信不疑。师尊在华严上说的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我们人人都有啊，你要有这个信心。” 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，有烦恼习气，真的是太重。啊，想断真想断，他就断不了。啊，阿弥陀佛是帮了个大忙，生到那里去了，你通通都能恢复。你是这么好的地方，能不去吗？能不赶快去吗？ 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不骗我们。如果要骗我们，跟你跟诸位说，中国人挺聪明啊。啊，这是现在世界人肯定啊。 我第一次到美国，好像是一九八二年，啊，沈家珍老居士，啊，要我到纽约去讲经。我到那天晚上，他请我吃饭，啊，坐在一桌呢，有几位美国人。 啊，他们告诉我，他说从前这个欧洲人呢，对中国人轻视，以为中国人没有文化，不如他们。啊，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了。啊，他说全世界一个一个比，比聪明呢，中国人第一。 但是他们现在肯定中国人聪明，一个一个比中国人第一，两个两个比呢，他是犹太人第一，三个三个比呢，他是日本人第一。后头他问我一句话：为什么中国人不团结？啊！我当时立刻就回答他：上帝安排的。 那他们都是基督徒啊，上帝啊！他一愣，怎么是上帝安排的？我说中国人团结，你还有饭吃吗？大家哄哄一笑，就就就这问题就化解了。你看，现在外国人他认识中国人了，真聪明啊！如果佛经上说的是假的，老祖宗早就把他排斥掉了，怎么能传到今天呢？ 世世代代，什么老祖宗都讲要证据证明啊！照这个修行，有没有真的真的了？你看《圣徒圣贤录》，你看《王僧传》里头，那都证实了，那能假得掉吗？啊！你说这学这个参禅学禅的啊，开大彻大悟的，无灯会员一千七百个公案，真的不是假的。 啊，京都传灯路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呃禅跟教跟净土合起来。我相信这你这个两千年来，真正依照大乘佛教修行的人，绝定超过一万人以上，真成就的啊，不止一万。 肯定超过一万以上啊,啊，哪里能假得了呢？我们今天也多疑，是我们自己不信了，我们自己的业障太重啊！啊，对老祖宗的话怀疑不相信啊，啊，过失在自己，啊，这个这个这个吃亏受罪还是自己承担。 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。地